嗨，我是甜甜。嗨，我是 Pola。嗨，我是茵茵。我们最近呢，看到很多频道呢，已经要解散呢，或是停更。那我们已经相处了七年，我们就趁这个机会，我们来做一个默契大考验吧。没错，虽然我们相处的时在一起的时间可能只有两年半，但我们认识七年了。对。但是说真的，我们已经算是跟平常朋友来讲，因为我们毕了业嘛，对，然后已经算是比平常朋友还要更常见面的，就是一个月有八天呢，真的，对不对？因为现在大家我们其他朋友可能都也要上班。好了，默契大考验，准备喽！来啦！想到乐器，你会想到什么？这个时候三个人都开始在写字了，一二三，电吉他。想到夜市美食，你会想到什么？茵茵直接写答案了。Pola 做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表情。哎，都是你们喜欢吃的吗？准备答案，一、二、三，臭瓜脯。啊，这地瓜夹。选择地瓜球的原因是，因为我觉得我们有一起吃过地瓜，我们也一起吃过臭豆腐。第三题，想到蔡依林的歌，你会想到什么？后来写好了，怎么？应该是他。不答案，一、二、三。完了，我好像写不一样了。哎、欸，我跟 Pola 答案是哦 ，Pola 日是吧？日不落吧？对，日不落。茵茵、啊、的答案是什么？鲜花蝴蝶，是不是有花蝴蝶这首歌？有。鲜花蝴蝶。那我这首歌叫这个名字吗？我忘了。日不落。真的没有默契，你跟我们完全。一开始觉得你有其实有点像是吃我们的阻碍了吧？不可能是。有一个代名词就叫做代沟。我是代沟，我最老。我们两个同年次，同年的。难怪我会写花蝴蝶，花蝴蝶是大概2002的歌。哎、欸，可是花蝴蝶比较新哎，日不落很超老，日不落是我大概国小的，是国小的，因为日不落比较红。我一定要加油。想到客厅会出现的东西是什么？三个字。客厅。每个人家里都有客厅吧？谢喽。好像没有。也有房间，有厕所。好。会有人没有？二三。哦，答案是电风扇。我是卫生纸，我也电风扇，耶、yeah! ！我终于跟甜甜，我终于跟甜甜。跟最近有关的，想到中秋节，你会想到什么？哇，三个字。除了中秋节以外哦。三个字，三个字。要随便写了，完蛋了。其实我们很少一起过节。嗯。二三 ，barbecue， 烤肉架，烤肉架，咦，跟甜甜连线成功。可是我是酱，你是我先烤肉架，酱，我是烤肉架，我是想烤肉架，没关系，我是酱，我们是酱，这样子应该都有合格。barbecue 没有连线到，茵茵跟甜甜连线成功。好笑。百货公司的化妆品牌，你们会想到什么？你们知道我在想什么吧？三个字的哦，公布答案，一二三，香奈儿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最喜欢香奈儿。你们知道我在想什么了？没错。还有什么？有碧儿泉。哦，碧儿泉那个字不会写。我第一个想到的是SK2。哇、哦，你好时尚、哦，你很厉害耶。最后一题，想到游乐园，你会想到什么？应该不是垃圾桶吧？我们应该
趣味对吧？啊、我有两个，我刚刚想，我现在突然想好几个东西耶，你们别再想，这是那第一个售票口。好，公布答案。不一样。一、二、三。海盗船。摩天轮。为什么不是海盗船？我刚没有完全没有这个。你们会去哪？有啊，我刚有第二个。摩天轮。我是咖啡杯。我刚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脑子只有咖啡杯。你根本不玩。对，我根本不玩这个东西。海盗船，因为我们会玩。我们去花莲时候有。摩天轮，就是。游乐园就想要摩天轮啊，你根本不会上去，你跟医生去而已。你也不会跟我去摩天轮啊。我当然不会跟你去啊。波拉也不会跟我去咖啡杯、啊、好可怕。只有鱼有跟我们一起去坐过海盗船。为什么你们都不写海盗船？我们有啊，想到你们玩，但是你就叫我不要打。你说就是那个可恶。简简六分，英英四分，Pola 三分，他俩才三分，好厉害哦！所以 Pola 是跟摄影大哥比较有默契。那要不要玩？那你们两个来玩。那么我们来拍个四个人的，我们可以拍四个，我们四个人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。吃我默契真好。记得帮我们订阅、分享、开箱。那吃我们下期见喽，拜拜。吃我默契真好。